选吴主席敦义主祭。国民党中原普渡党主席吴敦义担任主祭，率领党务一级主管虔诚祭拜，看起来威风凛凛。但前一天，吴敦义在南部，马英九前总统却跑来党部开记者会，是不是有意抢党主席大位？我一整天都在台南补选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昨天有这个协调的事啊。那这里面两个人，一个是王宏威，一个是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巧芯。马先生来协调，我觉得天经地义啊，由他出来协调，我觉得是天衣无缝的事情啊。这跟太阳有什么关系啊？今天都太阳出来了，你看。又说天经地义，又说天衣无缝，扯到党内太阳，吴敦义急忙撇清。但为什么选举纠纷竟然是由前主席来处理？适当就近就协调更有效果，为什么凡事都找党主席呢？党主席太多事情要管，那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林冠勋酒驾顶包，党主席管不管？我没有在现场，我不知道。昨天发生的时候，我人都在台南嘛，哈。林冠勋酒驾退选，中正万华区国民党得要重新提名，要提谁？吴敦义避而不谈。鬼月多事之秋，国民党还是多拜拜，祈求底下选将别再出包。华语新闻赖伟凡、黄运成台北报道。